我只是说在中国大陆啊，就是可预见的未来十年之内，就是大概你是个金属乐队，而且你是搞那种死亡金属，然后重型，你是搞重型的，你就永远到不了主流。我都不知道我这三四年怎么办下来，反正被拒绝了好多次，好多学校。两年还是三年前，我记得有一场，第二天就要演出了，前一天晚上，哥们给我打电话说演不成，很正常，都习以为常了。我也没有给别人承诺过说一直去做，可能我明天就不想做了。最开心的就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，有很多大学自己开始办，就是演出了，自己开始办演出，好多，我特别高兴。